全國人大常委副秘書長胡曉黎表示，香港國安法為打擊港獨勢力提供法律支持。胡曉黎認為，香港國安法是全國人大2020年引人注目的重要立法之作，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及時之舉，為打擊港獨勢力保持一國兩制行穩致遠，香港長期穩定提供強大法律支持。在國家主權安全問題上，全國人大義不容辭，擔當盡責，展法釋理，正聲辟謠，爭取了大批外國議會友好人士支持理解和積極發聲，有力增進了國際社會對香港國安法的正確認識，為香港國安法平穩落地和順利實施爭取了有利的外部環境。